俄罗斯一家博物馆展出了俄国总统普京的 3D 模型，让视觉障碍人士也可以通过触摸模型知道总统的长相。你能想象用手触摸总统面部的感觉吗？俄罗斯比尔姆市的这座博物馆就永久性展出总统普京的面部 3D 模型，盲人朋友如今有机会用双手感知总统的容貌。这位盲人参观者就说，总统的额头很高，说明他很聪明。博物馆馆长表示，为了使参观经历更有趣，他经常让盲人朋友猜摸到的是什么。有些人会发笑，有些人会害怕，也有些人真的猜中过。制作 3D 模型的设计师表示，模型的制作是一个繁琐的过程，步骤很多。他们目前还制作了其他世界知名人士的 3D 模型，如美国总统奥巴马、前中国主席毛泽东等等。预计公司还将制作玛丽莲·梦露、卓别林等名人的模型，并将在首都莫斯科展出。